大家好，又是向左望的节目时间了。未开始节目之前，或者先多谢今日帮我们做手语的女士阿伟兰啦，系啦。咁然之后都好欢迎阿长毛啊，阔别我哋三个星期之后咧，再如归来咧。咁我谂，无论你喺成个颁奖里边都见到好多嘅场面各样嘢，或者一阵间有时间我再可以讲讲啦。因为你知唔知你唔喺度咧？咁停咗两个礼拜啦。咁然之后就一个礼拜咧，又要独立做嘉宾啦。试过咁，好彩啱上个一次噶啦。系啦，咁好彩上个礼拜就揾咗个我嘅。都不是學生的，同一間院校的朋友，即係分享佢大學生活啦咁樣。我言歸正傳啦，我諗大家其實喺過年諗住平安夜啊，或者十月尾冇乜事發生。咁但係即係大家知道香港政壇其實，反而年尾咧有好多事發生喎。咁雲雲咁多樣嘢裏邊，咁嗱，其實當然有一啲事件同阿卓妹有關。咁你中意講就可以講，你覺得唔方便嘅或者其他場合。你想講咩啊？講咩啊？講一個葉劉成立新政黨新民黨、新民黨咁樣係撲街啦，因為喺台灣嚟講，新黨同埋親民黨撲咗街，集兩失敗大黨一身，咁啊一定撲街。新民黨係咪新黨同親民黨撲街？咁其實其實我唔係第一次講嘅，其實即係好多人都仲係用翻以前嘅二分法去。分析香港政治局勢啊，咁當然基本上都係二分嘅。如果從人民同呢、這個權貴嘅角度出發，咁但係已經起咗好大嘅變化。喺人民嗰邊泛民，由於民主黨嘅即係自動獻身咧，其實嗰個成個陣營啊，同埋往後發展咧，就已經係要重新檢視。這個不說啦，講翻葉劉嗰個動作。其實共產黨在統治呢個香港的初期，佢無可避免，由於呢個英國即係呢個大英帝國喺撤退嘅時候，即係佢話我做到蘇州市俾人哋嘆，咁佢有防範係唔出奇嘅。我哋有啲啱，有啲唔啱，好似佢極力反對有呢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咁禍延到今日啦，係咪啊？就係陳佐洱一句話車毀人亡，咁而家真係差唔多車毀人亡啊！即係如果喺呢一個香港嘅老人家退休嗰度，呢啲題外話，即係佢係反對呢一個殖民地主義者留落嚟嘅炸彈，咁佢所以咧，佢又好倚重建立咗一個臨時立法會，由呢個臨時立法會衍生到咧就係佢希望培養一個在立法會裏面咧係好清楚的政黨咧幫助呢個特首施政，咁好明顯失敗，因為民建聯就算是中共臨屎臨尿臨血臨汗，臨屎臨尿就即係成日都俾啲施肥啦，施曬肥啦，益曬你啦。嗰啲屎尿咧就係因為中共做錯嘢，佢出嚟頂啦。血汗亦都有嘅，係中國人民嘅血汗，有血有汗有屎有尿，都整唔長，即係整唔到一個。即係佢需要嘅黨，而實際上面，我諗佢吸收咗教訓就係話，喺香港裏邊，如果一個真係好有實力嘅黨，對佢嚟講都冇乜著數，因為萬一反水嘅時候，即係一個變天嘅時候，控制唔到。咁所以咧，而家佢嘅策略咧就係造成一個多黨而不能夠咧左右政府施政嘅格局。呢班人喺阿爺吹雞嘅時候咧，就一定要聽。唔聽就格殺勿論，呢個自由黨已經係啦，肢解咗啦，因為肢解咗啦。平時嘅時候互相競爭，亦都適合咗咧呢一個後殖民時代嘅即係財團崛起，同埋國內嘅太子黨啊，同埋啲吸血官僚落嚟做生意嘅需要，即係佢哋要揾政治代表人，所以嗰個格局由立法會到選委會到呢一個行政會議，以至到形形色色嘅委員會分裝機構嚟講咧，都係咁嘅格局嘅啊。咁所以其實葉劉佢有大陸嘅財團支持，有香港嘅財團支持，去樹一次嚟樹一支旗出嚟，係喺政治上面爭取嗰、那個平台咧，唔出奇。亦都可以進可攻退可守，亦都為佢將來嘅。即係更上層樓鋪路。
咁啱你講到就係話，其實一方面就係話，如果從成個教育嚟講，就係話某程度上葉劉嘅新民黨可以話係已經係將自由黨本身嗰個定位係攞走咗之餘，希望響中產階級啊或者專業人士比較保守嗰一扎，可以有一班即係新嘅凝聚力喺度啦。咁另一方面都見到就係話，譬如話泛民主派裏邊，啱依禮拜我亦都見到就係話，民主黨之前有一批即係比較後生少少嘅，其實佢支持五區公投嘅話，我覺得佢最終當然呢個係差唔多最後尾嘅結果嚟㗎啦。必然我，但係佢哋太遲咗嗰個時空，應該係民主黨一同呢一個建制派妥協嘅時候就應該退出啦。而家已經冇咗個效應，係冇咗效應。如果他早點退出，當然是整個局勢當然不會有一個根本的變化，但是變數比較多一點。還有一件事，就是會不會就是說他們本身的退黨背後，因為已經都來了五居公投，都已經成接近半年時間了，會不會其實某程度上民主黨的高層已經消化接受，甚至覺得這班人你走就走，我已經對我沒有影響，而反而對於民主黨能夠仲有機會，咁呢個新界東嘅問題嚟嘅，佢反映係新界東支部嘅人嘅意見啦。咁因為新界東支部有微妙嘅變化啦，就係劉慧卿就加入咗民主黨之後，就佢係新界東支部嘅，亦都係副主席啦。咁反而阿鄭家富就唔係啦，有邊連黨都退埋啦。咁所以其實鄭家富當日退黨，都預示了今天的事情了。我覺得始終都是覺得他們太過猶豫，即是達不到那個效果。當然也有一個就是區議會臨近，如果他們在民主黨的話，他們要承受民主黨的legacy，即是他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他都要承受。第二，他都可能成為追擊的對象，如果真的，萬一真的有人要追擊民主黨的話。所以我想作為很短去回顧2010年香港的政壇發展，無論你說五區公投前後泛民主派那一個勢力的變化，或者甚至是自由黨似乎慢慢它影響力越細之餘，新民黨的出現會不會令到建制派本身可以有一個除了是民建聯之外有另一個可以比較吸引中產階層啊，或者比較保守的人，不是他們不久都嘗試這樣做，但是做不到，因為他們搞的不是一個政黨，葉劉有沒有什麼魄力，有沒有足夠的支援去建立一個政黨，不知道。他自以為很聰明，在這個扶提攜陳月鵬，以為真的可以的，又慘敗一場，劉振東之前就是不足恥，其實他們葉劉去繁養的人只有兩樣，一樣舊官場的人或者街坊保長他一定要吸納，不然他都沒有根的。第二就是那些自以為精英的人，那就真的麻煩他了，在香港的中環那裡跌個花盆都大把這些所謂精英的人，是不是就是不要玩就是讀過碩士讀過博士回來，那就當自己是精英，就是你可以說他未畢業之前呢，在這個教育制度裏面他是精英，畢業了之後就不是了嘛。是當然這班人將來會發揮什麼作用就是未知之數，但是以為讀完書回來就是精英就真的麻煩他了。會不會最大問題一樣嘢啱？你講到即係其實葉劉有一批，譬如話我自己個區先算啦。咁我區區議員基本上已經係歸咗葉劉嗰邊。咁然之後，另一方面就係話喺一啲譬如話可能係港島區嘅中西區啊。邊位啊？係咪？嗰位啊，嗰位做咗好多年，做咗好多年㗎啦。咁我諗有一樣嘢佢好叻嘅，就係好多區議員同一啲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嗰個關係建立得好密切。咁所以好多時就係話，唔係咁你根本嗱，我話俾你聽，其實呢個對區議會選舉就肯定有幫助嘅，係細區啊嘛。嗱，業主立案法團係咩嚟啫？就係權力機關。呢個權力機關一係就同嗰啲大業主有依入，一係咧就係真係管理，一係就民意。咁嗱，老實講喺細嘅問題上面，你梗係可以左右個意見，因為喺區議會裏邊。很多候選人真係不見經選，亦都冇乜政績，因為泛民主派佢冇
呢個力量在地區嗰度扎根同埋提供服務。咁呢一啲咁嘅意義運動當然有效用啦。如果唔係嘅話，老豆叫個仔投咩票都唔會聽啦。又或者其實好多區因為其實都係自動當選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佢能夠 mark 到嗰個區嘅區議員咧，基本上佢已經係透過嗰個細嘅選區咧，已經係可以叫做中咗票。唔係，我覺得呢個係泛民主派。講啱咗一半又講唔啱一半。作為資源或者搞民康體啊，或者係輸送少少利益俾啲選民咧，當然係唔能夠。但係依家大政治或者同民生有關嘅政策問題上面咧，泛民主派不能夠發動一個全港嘅群眾運動啦。其實係拱手將個地盤讓俾人啫嘛。好簡單，你小業主。如果你在強拍那裡你真的夠膽搞的、是不是你在威龍被葉劉拿了這個當然我說得泛民主派我自己也有份、是不是那即是你拱手讓了給他沒得說的、即是你不要經常怨說哎呀我們沒有錢去沒錢派米啊沒錢你浪費氣的如果你在個社會政策上你能夠即立竿見影你真的做到事的怎會被人哋咁蠶食啫？同埋有樣嘢好重要嘅就係話，即係如果人哋用錢、用利益、用著數去 buy 選民，我諗嗰扎選人未必真係會真心去支持，即係例如泛民主派議員嘅話。咁咪食窮都話投票食窮民建聯票。咁當然其實依度可能有難度嘅，但係你其實點解你都未必有難度㗎？嗱，我今日撞咗個的士司機。咁佢就攞車嗰陣時咧，就同我講就話咧，佢個外母咧就好悔恨投票俾我，就話咧我淨係識掟蕉，好悔恨唔鞠躬投，佢叫咗外母投票俾我。咁我同佢講話唔緊要啦，下次佢唔投我咪算咯。其實你一啲唔關心政治嘅人，佢做咗選民，咁我哋有冇足夠嘅力量咧，係令到佢明白我哋嘅政治，或者咧實際上面喺某一個方面咧係？能夠看到我們在地區做什麼呢當然這個失敗有一半是由我們負責任就是以我為例是吧那位他的外母又不會上去 Facebook 又不會上 YouTube 看到看電視而已看電視而已是吧是那你電視現在大部分都歸了哪就是說大眾傳媒的墮落這個當然是一個因素但是大眾傳媒本身如果我哋有而家因為泛民主派喺香港嚟講，始終都係舉足輕重嘅政治力量。如果我哋夠膽發動形形色色嘅抗爭同群眾運動咧，係可以抵消我哋喺嗰啲財力物力上面嘅呢一個弱勢，亦都係唯一可以解決嘅問題。因為你有呢一個嘢俾人睇，人哋覺得你啱嘅時候，你就有捐款啊嘛。不是好似齋即係喺街嗰度，人都唔知做咩，好似施捨俾你咁啊嘛！我做乜捐俾你咧？咁樣例如，咁我諗頭先有一樣嘢，其實啱徐寶講到就係，當然我哋話有批選民可能因為建基於單純利益嚟到投某一啲政團。唔係呢個有啊，我解釋過啦。你屋村都係，喺屋村都係噶。屋村如果你我喺度派傳單，翻工放工嘅人咪容易接受我嘅意見咯，因為佢出嚟活動啊嘛，佢係呢個喺社會裏邊喺。即係喺個生產關係裏邊，佢要出嚟做嘢噶嘛，佢唔多唔少都會知道多啲嘢，佢諗嘅嘢方角度都唔同。係咯。嚇你喺你會睇到哇呢、這個政府帶頭外判啊，層層分判啊，以至到唔肯有最低工資啊，冇最高工時冇工時上限，佢睇到噶嘛，佢感受到啊嘛。作為一個主婦或者一個老人家，佢喺佢個社區裏邊基本上已經等於掛咗噶啦。即係那個 mobility 冇咗，所以佢係單一接受個資訊，亦都係本身係要尋求呢、這個。同埋嗰個心態問題咧，亦都要尋求佢嗰啲民建聯嘅小恩小惠啊嘛。因為舉個例咁講，一個公公婆婆佢一個月搞一次生日會，30蚊飲食，咁即係呢個真係實惠嚟噶嘛。但係做呢個做嘢嘅人，你叫佢佢都唔去啦，30蚊飲食。咁所以其實我諗你要 target 翻邊一批選民。呢一批背景或者佢哋本身嘅平時嘅工作，作為一個從政嘅人嚟講，佢自己點樣定位揾呢一班人，其實非常之重要啦。咁嗱啱，其實長毛都提過幾樣嘢，就係話即係嗱，出年就區議會選舉啦咁樣。咁亦都見到其實即係好多政團都開始做嘢，咁我區個區議員都開始會做嘢。咁嗱，因為知道就係話其實。
政府而家就住2012年嘅選舉方案咧，咁其實大家而家基本上揭咗鐘啦，民主黨又要跟埋佢噶啦。我諗到到2017年，民主黨要跟佢噶啦。2012年民主黨被迫簽咗城下之盟之後，跟住2013、2014就開始23條啦，已經消耗曬你嘅動力。其實共產黨最後尾倒嘅一鋪就係23條過唔過？如果23條一過咗，即係根本泛民嗰個陣勢已經土崩瓦解啦嘛！你明唔明啊？你佢同你賭一鋪，因為專制只有一個問題就係佢輸完可以再輸，除非共產黨政權係倒台。你諗下喺2003年嘅政治危機咁大，由於泛民嘅自己嘅唔爭氣，加埋佢可以調整嘅話，佢而家基本上已經慢慢追緊上嚟啦嘛。就係咁樣一回事。所以其實民主派。所以陳方安生提出民主黨和公民黨結合，其實他不是看不到這個問題，但我看這個問題的中間，這個陳方安生不是一個原教旨主義 的民主派，其實他是方方面面都有掹扯的，但又跟他有偈談。其實這個公民黨和民主黨的合攏或者結合呢，其實是第一抵消翻五區公投帶嚟嘅政治嘅震盪，因為公民黨輸翻過去民主黨嗰邊，係咪啊？咁第二亦都有一個平台啦，就係將泛民嘅政治光譜又收集翻啦，係咪啊？收集翻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係做乜鬼咧？就係話你要招架23條，招架唔到23條嘅時候，咁土崩瓦解。因為你23條通唔通過嘅時候，你必須考慮就係、是。如果你因為咁樣同中共反咗面嘅話，即係話民主黨以前做嘅嘢完全係白費嘅，即係張文光同埋施浩華認為好嘅橋，完全係白費啊！何俊仁仲話唔會後悔嗰啲，咁係 bullshit 嚟嘅，係咪啊？即係所以其實好簡單，其實即係等於江湖智慧就係我問你借咗5000，跟住還咗2000，再問你借4000，你一定要借俾我噶嘛？繼續借啦，係咪？你好少人會斬攬噶嘛？係咪？所以我想用借錢這一招，即譬如說可能你只不過是還了2000，但可能你跟住可以不斷繼續借的話，其實夠條數都幾着數的。是啊，你民主黨作為一個借了5000元給人的人的時候，他又沒什麼資本，沒什麼錢的，他當然想著說借5000還2000還有3000，3000他又問你借回4000，又還多2000給你，你真的，你經常都希望他還回給你。但如果這樣看，就是說如果看回明年，即譬如說泛民，又或者其實我咁睇翻社民連嚟講，你認為未來個發展前景夠？我覺得其實社民連喺呢個問題上面，唔好講內憂啦，內憂稍後講啦。其實個問題就係喺五區公投之後咧，一個問題就係嗰成個社會嘅空，即係真空係點樣解決？因為民主黨既然間同共產黨有咗妥協之後咧。其實必然就係話喺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全面都同佢合攏嘅，即係話咧係尋求一個妥協嘅。咁即係話特區政府喺要通過佢嘅嘢嘅時候咧，其實個阻力好細。第二，亦都可以透過呢個互相嘅妥協咧，派翻啲糖去你個優惠翻民主黨，等佢喺呢個嗰個功勞簿裏有啲嘢寫下嚇。咁呢一個其實佢一個全面係咁樣做嘅，啊對付李卓人就即係俾最低工資佢啦，同中央一個都話自己有份噶，係咪啊？對付工運團體啊、工聯會啊、李卓人啊、梁耀忠就係提下粒糖有幾大啦，有幾甜啦，同埋喺佢哋搞嘅即係再培訓嗰度俾啲錢佢啦，咁樣等佢哋。即係各取所需啦。咁如果對民主黨就一樣係咁樣樣嘅，係咪？而家嗰個乜鬼叫做競爭法咁樣啦。將來大家又成功爭取競爭法啦，係咪？競爭法，但係好多嘢都豁免咗啊嘛，你會見到。係啦，但係又成功爭取競爭法啦。咁所以喺呢啲問題上面，其實即係社民連能唔能夠喺呢個勢裏邊，即係睇到呢個樣嘢係能夠突圍而出咧？即係話。妥協又唔妥協，係咪真係企喺群眾利益嗰度咧？其實係有得做嘅，咁樣先會令到社民連堅持真正普選嘅綱領咧，係更加立體化，而唔係一個平面，唔係一個口號。好，
咁即係話其實長毛都對未來發展充滿希望，因為哪裏有惡政，哪裏就有依個社民連啊嘛，係咪咁講先啦？咁但係社民當然有好多內憂啦，呢、這個大家都知道，即係嗰個派系嘅鬥爭啊咁樣樣。其實有關任向嘅事，我今日都可以叫做喺我個網站嗰度有啦。咁我略略講幾句啦。其實第一，任亮慶呢件事，佢作為一個人嚟講，就一定係享有呢個加密權噶啦。佢有加密權，佢有徹底嘅，因為佢係一個知名人物，佢有加密權，其實有對佢有壞嘅影響嘅，所以其實大家唔使擔心嘅。即係話佢加密嘅時候，就等於佢係喪失咗嗰、那個呢、這個話語權噶啦。但佢星期日有上呢個城市論壇，但係佢講佢係清者自清啊嘛，可能係最咁。而家佢而家記者揾唔到佢，佢即係佢放棄咗話語權啦。咁我係佢嘅黨友。咁阿唐英升亦都係我嘅朋友，好耐嘅朋友。咁唐英升就話咧，就要佢退黨嚟幫下黨。咁呢個該係錯噶啦，因為頭先講個例子就話，日本人都有人退黨，日本退黨嗰啲係因為點咧？第一，佢係官僚政治，你唔退，個黨就殺咗你。任若興而家未係參加個官僚政治嘅政黨。第二，大部分退黨嘅人，如果佢係啃個死貓佢，因為佢係為咗將來更上層樓。如果佢都覺得無可挽回嘅時候，其實即係佢換取一個就係後事免提，不予追究嘅待遇。而家都唔存在咁嘅嘢。咁所以其實。即係胡亂咁嘅舉例咧，冇乜必要嘅。咁當然，如果任亮慶本身佢覺得就咁講曬啲嘢係有著數嘅，其實都未必冇著數嘅喎，係嘛？即係佢都要考慮一下，因為個古仔係點樣，佢講翻出嚟可能係對佢有著數。咁但係如果佢保持咗緊密嘅，我哋冇權逼佢啦。黨係咪要處理個問題咧？當然係，我哋唔能夠純粹依賴。即係刑事偵查，因為我哋嘅政黨，我哋都有紀律。但個問題在於成個關鍵就係所有嘅指控咧，除咗係警方接受咗嘅控訴而已經採取咗呢個拘捕行動或者採證行動之外咧，其實其餘嘅就係冇嘅，即係冇實 substantial， 即係冇實質嘅指控，亦都冇人鋪出嚟嘅。全部都是輿論，即係所謂傳聞，報紙全部都係吹嘅啫。然如果你話要咁樣樣而去開一個聽證會，如果你唔辭職就開聽證會，咁呢個根本係不可能做到嘅嘢啦。即係你個問題就係叫任亮慶自證無罪嘛？任亮慶自證無罪係得嘅，但係佢願意先得啊嘛。因為政黨係不能夠叫自己嘅成員放棄自己最基本嘅利益噶嘛，除非。有實質的指控，或者有實質不真憑實據，當然一個黨無需要政府去行使嗰、那個司法司法權或者呢、這個呢、這個執法權咧，都係處理自己嘅黨員嘅身上。但係如果根本冇 case， 所以成個論述係錯嘅，即係你唔退黨，一個禮拜之後你就要去一個公開一個聽證會咧，咁完全係呢、這個係一個即係。完全是解不到的。咁當然你如果任陽憲本身而家改變個態度，要講呢個故仔嘅時候，我當然歡迎啦。嗱，啱呢一度你講翻就係話，其實即係由上個禮拜開始，一連串每一日報章頭版，然之後有一啲自稱女主角走出嚟，就係話同呢件事有關啊，或者講到好多故仔啊，而令到可能個當事人有好大嘅，即係當然嗰陣一定會好困擾噶啦。但問題就係話。作為處理呢件事嚟講，你覺得即係除咗係交俾警方去進行一個採證調查之外，其實係咪話基本上唔需要做任何嘢咧？唔係，社民都可以做嘢啦。但係阿林亮慶已經講咗佢嘅態度啦嘛。咁其實就唔使噶啦，因為點解咧？任亮慶係我哋黨員，佢已經俾咗個statement，公開講咗，其實就已經係啦。除非我哋話唔信佢啫嘛，但如果你唔信任亮慶嘅時候，有個問題，你點證明佢係講大話咧？咁你如果用個聽證會可以得咩？梗唔得啦，係咪？係咯，即係好似你講到就係話你用聽證會好似一個攻守咁樣啊嘛，好似。唔係，係嘛？任亮慶願意做嘅嘢，當然我哋歡迎佢做啦。佢話：哦，唔得，我而家要講出嚟喎，我哋梗係歡迎佢咁做啦，我都鼓勵咁做啦，係咪？
OK， 好啦，咁我諗任生單嘢就交翻俾依一個警方繼續去處理啦咁樣。嗱，咁既然嚟得依一度，咁啱之前嗰禮拜你又唔喺香港啦，咁去咗依一個即係挪威，挪威啦，同埋歐洲。咁不如就講下你挪威嘅所見所聞啦，因為我諗香港其實喺主流媒體裏邊見到嘅就係成個過程，即係成個我見到空燈啊，或者見到有一幕幕一啲即係示威，即係一啲好少嘅示威場面啦。咁今次好難得就係話好多主流媒體都有去做採訪，但好得意就係我係見唔到依個亞視。咁我唔知係咪亞視財政困難咧，係真係冇錢飛到去嗰邊咧，係做依一個直播。呢個我真係唔知道啦，就第一咧，我就係比較僥倖嘅。因為我就早啲去，因為我坐嗰啲機咧要轉嚟轉去，因為我去咗歐洲，即係我去歐洲嘅路途程都好長，因為我係由杜拜嗰邊去啦，因為嗰張機票人哋 sponsor 我嘅，咁所以冇得揀。由杜拜去到倫敦咧，其實已經係疲盡人力嘅，因為喺杜拜嗰度要等機。去到倫敦嘅時候，亦都係要咧即時喺呢、這個Gatwick 嗰度咧，就過去嗰個另外一個機場，更加細嘅機場咧。轉機去挪威，所以就馬不停蹄。咁但係無論點講，過咗三個鐘頭，我終於到挪威啦，係咪啊？咁就其實我去到挪威嗰日咧，就應該係挪威嘅時間嘅八號嘅深夜11點，咁即係香港嘅時間咧，就係11月9號嘅6點朝頭早。咁我去到挪威當然凍到話嘔啦，因為我去嗰個又機場仔嚟，咁去到機場仔一出就非常之緊湊嘅，一落機你如果撞得啱一班嗰啲shuttle bus 咧，咁你就好啲，咁你就唔使等，咁你就可以直接。你成班人去啊嘛？唔係我一個人嘅，咁跟住就可以直接去到一個火車站嗰度再等火車，啊，再出去嗰、那個挪威嘅中央火車站。真係背囊團咁嘅，你講到好似。咁我終於係成功攔到部車，佢啱啱開，我就即係煙都唔食，就攔住咁啊！終於去到，咁我去到個火車站真係好凍，因為我喺香港係冇咁凍啊，爭著個温差差唔多20幾度，咁所以我冇著龜佬衫，都冇著龜佬褲，好凍，咁啊冇計啊，死頂啊，因為一路都冇機會換，咁終於上咗火車之後咧，我即刻換咗龜佬衫、龜佬褲就即係好啲啦。咁其實我喺個雪地嗰度，我真係突然間。萌生了一個詩意咧，就係即係我諗起阿秦永敏先生，阿秦永敏先生係邊位咧？秦永敏先生就係坐咗20年監噶啦，先後即係三次，第一次就係喺呢個70年代，即係上世紀70年代末嘅民主牆活動嘅時候咧，佢係扮呢一個民漢啦，喺呢個武漢呢個城市嗰度啊，我佢係國營工廠嘅工人，就扮一份叫《中星》嘅民辦刊物。咁就因為咁咧，就1981年咧捉咗，就判咗7年。7年之後咧，出咗嚟之後咧，反而佢係參加唔到呢個八九民運啊，因為俾人管制住啊嘛，啊，咁啊幸免於難。咁就到咗後來，喺90年代中93、94年，佢出翻嚟搞和平憲章嗰啲，其實嗰陣時佢個憲章啊，和平憲章啊，咁跟住一路搞咧，就佢就俾人哋判個勞教，咩叫勞教咧？勞教就係喺大陸裏邊一種好特別嘅刑罰，就係咧，只要公安部門把你捉咗之後咧，就可以話你咧呢個行為差咧，就判你勞動教養3年，就唔係叫勞動改造，因為勞動改造咧就係判刑嘅，勞動教養咧就係呢個收審嘅機構，即係其實講嚟講去就係公安嘅機構咧，就已經可以。即係私自將你拎咗喺牢私刑啦，可以係啦，咁就3年。咁啊，長敏咧就俾人哋用緊呢個方法咧，瞓咗佢3年。但係佢中間咧，佢又將佢勞教嘅過程咧，嗰啲見到啲衰嘢咧，就寫出嚟。所以佢咧就喺獄內再受迫害，再受毒打。咁如是之後出翻嚟之後咧，就喺1998年呢個民主黨組黨咧，佢就係。負責喺湖北省嗰度主要組織呢個中國民主黨嘅黨支部，咁喺1998年嘅12月咧，同阿徐文立等人咧就一齊被判重刑啊！佢判12年，咁12+7+3啱啱20年啦，啊，12+7+320幾年啦，21年啦，啊，咁
咁佢出咗嚟之後，我同佢通過電話，因為佢唔知點樣樣託咗啲記者俾我，但我通過一次電話，咁我再揾佢已經揾唔翻啦。所以咁我去到嗰個雪地嗰度諗下，咁凍呢度，佢兩個都好慘啊，劉曉波同阿秦永文。但係劉曉波就萬眾矚目啦，秦永文就人海消失，因為佢出咗嚟之後咧，佢仲寫一封信去叫阿江啊呢、這個胡錦濤咧係釋放阿劉曉波。即係如果呢個係機會啊！如果你放佢咧，就流芳百世啊；唔放佢就即係遺臭萬年咁上下嘢啦。咁而家就人海消失嘅。咁我當時就即係有個寫即係吟咗一首詩嘅啫，一個腦冇吟到出口喺個。咁就係不覺風光好，獨惜劉曉波。冠蓋滿絲綠，幾人念秦生咁樣。因為呢個順口。咁所以其實最後尾，如果我揀個狼字咧，就押韻啲嘅，就隨人幾人念秦郎咧，就係更加押韻，因為波浪好咁樣。咁唔緊要啦，啲打油詩又唔係全世界作係咪啊？傳咗曬㗎啦，你講出嚟㗎啦，已經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咁呢個都係一個感慨啦。其實我今次亦都冇入到去裏邊嘅，因為楊健利先生就幫我攞咗張證嘅。咁我唔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咧佢就要穿禮服，咁穿禮服我已經好反感，即係有冇穿啫，係咪啊？我從來都同呢啲咁嘅權貴冇乜緣，不過今次係劉曉波啫，咁已經好猶豫，即係到底應唔應該咩？咁後屘我好忙啊，冇禮服，咁已經其實已經決定咗唔入去。咁跟住咧，我亦都因為喺香港嘅網台咧，應該係一個月之前就呼籲咗，即係喺歐洲嘅華人去撐場，因為我估到中共會叫。嗱威嗰啲華僑去呢一個踩場啦，咁 obviously 佢真係咁樣，咁我又叫咗人去，咁我去到嘅時候，呢個來自芬蘭啊、西班牙啊、英國啊，以至挪威本土嘅都有人去喎，數數埋埋加埋我加埋謝文燕幾個人都有七八個人嘅喎。咁我就決定咗留咗喺門外，咁當然期間有啲好意嘅即係華人就話俾套禮服我，我唔使啦咁樣，咁我哋八九個人喺度示威啊，咁但係 eventually 最後尾到底都冇大家相遇到嗰兩個唔同嘅陣營，因為挪威警方係隔開咗佢，佢喺比較遠啲嘅地方示威，咁我哋其中有一位女士走咗過咧，都俾佢搶咗牌掟走咗，咁啊成件事就係、是。大致上就係咁啦，係咪啊？咁其實真係好奇怪咯。其實人生真係好奇怪。我咁近個會場，我根本冇知道會場發生咩。我出咗嚟之後，亦都冇心機，冇乜興趣去睇。我喺BBC 睇過幾次，就有張空凳咯。其實嗰啲表演啊嗰啲咁，佢即係我覺得唔入去同入去，其實都唔係咩大不了嘅事啊。所以我解釋點解唔入去俾大家聽，第一就係冇禮服。第二就係我叫咗人去，我冇理由話你喺度示威，我走咗去啦，就咁樣。嗱，啱你講到就係話嗰邊示威啦，咁當然係兩大陣營啦。咁一邊就係話即係支援劉曉波，另一方面就係亦都可能係當地中國領事館動員一啲華僑去到進行一個反制咁先算啦。咁你其實會見到就係話即係。嗰、那個反制嘅情況會唔會係好多當地嘅？嗰啲人冇乜興趣嘅，反制嗰啲人被動員去嘅啫。即係等於喺香港六月中旬啦，當民主黨正在同中共勾結緊嘅時候，即係曾蔭權嗰個方案掟出嚟嘅時候，都有一場示威，有幾萬人㗎啦，大家都知道嗰度全部都有嘢食㗎嘛。係咪唔去唔得噶嘛？或者搞個地下污糟邋遢添，完咗活動之後，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喺成個儀式過程之前之後都發生好多事啦，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大家上網睇到㗎。我第一日去同嗰啲挪威警察講數嘅時候，有時而家上咗網啦。不過係英文嘅，咁我都未整過中文字幕，又好笑咁去到咧，佢就話你唔上得去個山頂嗰度，因為嗰個小山坡咧。個頂咧就好靚間屋，就係挪威中共政府駐挪威嘅大使館。佢話你唔想得去，我話點解唔想去啊？
佢話因為咧我哋係唔會俾你上去嘅。我話點解你唔俾我上去啊？我示威喎，我千里而來喎。咪講咗好耐，佢制止我，我唔可以同佢講數，其他人行上去。咁跟住佢，跟住講講下，佢見到話都制止唔到，咪上去。咁但係個問題咧，佢哋嗰邊示威同我哋一樣，有一個主辦團體啊，呢個就係挪威國際大社特赦會主辦。咁後屘我就喺前面喺個領事館外面搞咗一輪之後咧，呢個國際特赦協會都叫我哋翻翻落去啦，即係佢去policing我哋啦。係咯。啊，呢個喺網上有睇啊，即係。YouTube 同埋我嘅網站應該有嘅、即係依個其中一個一個場面啦。咁我知道就係其實即係北京政府亦都叫好多國家唔好去觀禮啊，咁有啲國家去響應啦、咁樣。唔係，我覺得其實諾貝爾和平獎固然係一個對大陸嘅民運嘅鼓勵，但係都唔使太過緊張啦。好多諾貝爾嘅和平獎得獎嘅人其實都是成功了之後才去攞的，係咪啊？即係阿哈維爾又係，阿昂山素姬就比較例外啲啦，即係佢都仲係加下籌，但係而家放咗出嚟啦。Mandela 就係又放咗出嚟做咗總統先去攞嘅，係咪啊？即係唔係話你得咗獎就一定係會風起雲湧嘅，而大部分嘅諾貝爾獎都唔會頒俾一個政治犯，事實上，因為佢攞唔到啊嘛。今次係比較特別㗎啦，咁我希望大家珍惜一下呢個機會啦，即係中國人都係要有名人去做一下呢個 promo 嘅，咁既然間劉曉波已經攞到獎啦，咁我覺得大家真係唔好嘥呢個機會嘅，我諗仲有成十個月、十一個月，我哋大家可以好好咁利用呢個機會。咁樣，咁因為我依個節目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啦，咁就咁同埋我希望各位老師如果有睇校長啊同學有睇嘅咧，你咪叫我去你嗰、那個。大學或者中學或者小學嗰度講劉曉波啦，咁而家你冇得揮噶啦嘛，因為劉曉波已經本身係一個關鍵詞啊，咁你個老校唔可以阻止你噶啦，係咪？唔可以審查，都唔可以話唉冇發生過咁樣。咁好啦，咁向咗我節目時間或者去到依一度先啦。咁我哋即係應該下個禮拜嗰集應該已經係新年啦，已經係差唔多新年啦，或者已經係聖誕啦，或者喺依度。好老土，講句聖誕快樂啦！係啦，聖誕快樂啦，新年進步啦！好咁樣，聖誕快樂，記住約下啲舊朋友出嚟傾下偈啊！平時唔得閒就對你啲摯愛親朋好啲，好，好曬個節日，好，拜拜，拜拜，平安快樂，好，平安快樂。